电影兼具娱乐、教育、艺术、科技和历史等价值，国片更是国家整体文化的展现。搞不清楚状况。2012文化国际论坛第四场，邀请电影产官学界代表共聚一堂，从台湾行之有年的辅导金制度谈起，寻找振兴国片的黄金密码。虽然讲这个电影产业，可是电影产业它是一个复合体，它包含文字，包括音乐，包括美术，包括技术，包括商业模式，包括法律跟制度面。今天虽然是从辅导金切入，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这只是一个切入而已，因为整个电影产业它一方面作为产业，一方面作为国民素养的一部分，它牵涉到非常大的这个制度的问题。可是今天他与会代表也提供了许多不同的思考角度。辅导金到底应该雨露均沾呢？就是大家多多益善，就是很多案子大家都给一点呢、啊，还是要集中火力给几部大的电影拿出去？其实我以台湾现在的立场来说，环境来说，我个人是比较偏重于雨露均沾的啊，因为这个钱有限嘛，你真的好像今年的预算才1亿4000万台币，你真的要集中火力啊。讲实话，一步都不够。预算这么少，如果说政府没有办法去增加这个辅导金的预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留着票房奖励金？它其实有点雪中送炭的意思。它也其实，当然就是说它是在鼓励这片的导演，让他在拍下一部片子的时候要有充分的资金。可是当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尤其是当我们知道说明年所有的预算不是只有电影这一块，不是只有文化这一块，是全台湾所有部门的预算通通都要删减的状况之下，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钱这么一点点有限的钱放在刀口上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取消票房奖励金，或者是提高票房奖励金的门槛，然后降低奖金的额度？我还是觉得辅导金它的用意是在，我还是希望他是辅导新的导演，为台湾培育更多的人才。可是今天他很大的那个展现出来的力量，不竟然是在那个电影院里面那个立即的票房数字的展现，他是拉得非常长的，可能在社区，可能在学校，可能很多地方的应援。可是我们的事后的补助的机制，对于这个部分是几乎是没有的，全部都是以票房，全部以戏院为作为一个计算的基准。那刚提到纪录片作为一个比较特有特别的一种电影类型，它甚至它影响力，刚提到它是比较长尾的方式。其实我会建议，其实在更多的展映空间的事后的补助都应该纳入一个思考。龙应台表示，未来将从培养欣赏人口、人才培育、拓展市场以及加强产业链等四个面向提升电影产业。文化部其实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创投投资的这一方面跟文化创意的这一方面，就是文化跟产业或者创意跟产业，我们要做两个客厅，一个是虚的网络上的客厅，让其实美国有很大的网站，它叫做 Kickstarter， 就是起步 Kickstarter， 那就是把 idea 上来，然后有钱的人再找 idea， 那有 idea 的人再找钱的那样一个网站。那是虚的一种客厅，那实体的客厅今天讨论之后我们更清楚了，说可能是真的是可以做一个客厅，让创意者跟投资者可以面对面认识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可能要做的。请大家关心我们台湾的电影，然后呢，我希望我们的所谓的官方跟民间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我们是为了台湾的前途，是一个手牵着手，我们需要大家的合作，需要大家的想法，让我们一起为台湾做一点事情。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用就是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文化部将打造创意与资金交流的平台，整合政府与民间的力量，让电影成为台湾文化国力的一部分。文化部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